好，走一趟转身，然后再走回来，我们就开始上课。哦，记得那个脚步不要变形了哦。就是，踩住了。就拉起来，整个力道拉起来，对。然后拉起来之后往前走，对，之后又降下去，对，然后抓地板拉起来。是走过去的时候自然就降下去了。对，自然走过去就自然就。踩住了之后再降下去。哦，没有，走过去它自然就会弯曲嘛，因为本来就弯曲了，走过去就弯曲了，然后再把它撑直就好了。哦，切记脚步一定要哦，三站立要站好，养成习惯。因为一开始要养成习惯真的很难，这我们知道。哦，那但是要让自己养成习惯。好了，我们先好来开始的，三站立站好来，三站没有三站立先站好，手拿起来。手拿起来，好，好，好，撑开来，手撑开来，好来，用力哦，好，吸，好，你等下，你一点，那先，你先那边，先那边来来，你先那边，没有，然后你先，对，让他稍微那个，来，你再气一下，好来，来，对，用力打，来用力来，啊，用全力来，我跟你讲哦，要。这一段跟这一段，这一段，这一段到这一段哦，就是在这个大上下哦。好来，好用力来哦，用力哦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哎，好停，好了，气先放掉，听个口令来，别看脸，好，听个口令来，那手要拿起来，好来。没有感觉的，来，严肃一点。好来，挨揍，把手拿开，挨揍了。那就皮疼里面。好来，你别动。来，三，来，四，五，好来，停。